你有没有搭过飞机呢？有。哇，大家都有哎。哈密瓜哥哥小时候最喜欢去游乐园，投十块钱，然后搭上游乐园的小飞机哦。嗯，那种游戏飞机跟真的飞机一样，可以上上下下的飞哦。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就是小飞机，用自己的身体上上下下当飞机。哇，听起来很好玩呢，我们赶快开始吧。好，那我要请小朋友把你的飞机翅膀打开来。嘿。然后我们往旁边一点点。如果你的翅膀有撞到人的话，就要往旁边开一点哦。对，没错。好，哇，飞机翅膀都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先在飞机原地慢慢的转一圈。慢慢的转哦。很慢很慢哦。飞机很大台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行动速度很慢。对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再从另外一边转过去呢？再转另外一个方向。转回来。哇，大家都很厉害耶！定语飞机非常慢，很稳哦。那现在飞机降落，慢慢的蹲下来。咻！哇，落到地面上了，很好。再慢慢的起飞。嘿，飞起来。那可不可以再快一点点？快快的蹲下来，降落。快快的飞起来，飞起来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好，大家手放下，手放下。那我要请小朋友先到后面的这条线来。来来来，这里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要来练习转弯哦。好，那哈密瓜哥哥以这边当中心点，如果我要转弯的话，我就要这样子倒过来，然后转过去。哇，绕一个圈。对，来看看我们的定语可不可以很厉害哦。好，准备飞机翅膀打开。那如果你要转弯的话，你要怎么转呢？哦，很聪明哦。另外一边，哇，另外一边就倒另外一边，很厉害耶！我们的小飞机都练习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进行我们的飞机游戏了。四架小飞机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看看我们前面有好多的障碍物，待会儿小飞机飞出去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撞到它们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请我们的第一架小飞机定于小飞机开始起飞。哇，很顺利的绕过了障碍物，没有撞到它，很棒。而且它转弯的时候也会把侧边举高高的，身体弯弯的。哇，那我们再难一点，加入第二架小飞机紫衣小飞机。耶，两架小飞机同时在天空中，会不会撞到呢？要小心哦，小心哦，而且要慢慢飞，看到前面的飞机的时候就要躲过去哦。哇，飞到一半怎么办？天空有乱流出现了！天哪，有乱流，小心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啊，好可怕哦！哦，要再飞得更稳一点点哦，不能被乱流。对，不能被它影响了。哦，乱流哦，安全度过这趟乱流了。还好，现在我们要推出。雨西小飞机，加油！哇哇，三台飞机，哎，小心小心，快要撞到了，要看看别的小飞机在哪里哦。对呀，哦，三台小飞机在天空中，可是刚刚最先出去的一架小飞机，定于小飞机飞一飞，歪歪，没有油了，怎么办？啊，降落，降落了，没关系，哈密瓜哥哥来帮他加油，加油加油，嘣嘣嘣。我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小飞机又有油了，可以飞了。哇，可是飞着飞着，雨欣小飞机也没有油了。哦，雨欣小飞机也没有油了。哇，空中补给队再次出发，出动，嘣嘣嘣，加油！哇哇，活力满满。接下来第四架小飞机 ，Danny 小飞机也出现了。咻！四架小飞机千万不要撞到了，小心一点，小心，再更慢一点，再更慢一点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哇，我们天空很大很宽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个小飞机都有很大的空间哦。这个时候，啊啊啊！哇，有一只小鸟出现了，小乌鸦出现了。吼吼吼！小飞机可不能撞到我，嘿嘿嘿，小心哦！小乌鸦是一只可爱的小动物，万一飞机撞到它，它可是会受伤的哦。谁要撞到我了？要躲开它。谁？小心。
心小心，其实啊，这只小乌鸦是一只领航鸟，它是要来带小飞机回家的。所以小飞机跟着小乌鸦的翅膀，跟在小乌鸦的屁股后面，慢慢回家了。哇，回到你原本的车库。你好。所有小飞机都到家了耶，厉害耶！刚刚四架小飞机同时在天空飞，可是都没有撞到对方哦。这个游戏呢，可以让小朋友训练障碍物的闪躲能力，还可以训练到小朋友侧边的腹肌哦。小朋友在玩飞机游戏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，要选空间大一点的地方，这样子才安全哦。那今天的游戏好不好玩呢？好玩。那下次我们再来玩不一样的游戏吧。小飞机起飞啦！出动。